投入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的吴怡农深陷黑道人头党员争议，吴怡农断然说赵介佑是他开除的，还将赵介佑的父亲赵应光请出党部，没想到赵应光随即发声明打脸，没被吴怡农请离开市党部。照吴怡农的说法，我们父子好像共同犯罪，一个被他开除，一个被请离开党部，真的非常不好。赵应光这样的霸气打脸，不晓得吴怡农会作何回应，到底是哪一个人说谎？吴怡农回应，在党内讨论时就表示家属应离开市党部，之后赵应光就提出辞呈，在野党拿出党章打脸，吴怡农根本没这权利。进党自己的党部规范里面，市党部主委没有权利开除任何一个党员，但吴怡农呢却要谎称说是他自己开除了赵介佑，他就是为了要选举，然后不惜欺骗老百姓，然后呢要来揽功。蓝军抨击吴怡农担任市党部主委时根本是黑道傀儡，他于是在脸书喊话党中央必须严肃面对，并表达对黄成国的立场，似乎为了选举刻意切割。吴怡农先生，你敢不敢建议民进党来开除黄成国？你是不是不敢讲？黄成国多次站在你的背后，吴怡农无论如何都无法切割。民进党内黑影重重，吴怡农拼补选，这时想切割恐怕也为时已晚。记者林欣宪、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